成了变高的样子。69年的，叶叔叔，叶大伯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也罢。
所以我叫一声叶爸爸，这个是合理的，真的。这搞了以后我也不敢搞了，怎么办？喜欢了就好。
就我们开始说晚安吧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也罢，晚安叔叔。哦，昨天晚上的火锅放到现在，热一下，下点菜，下点小甜肠。哎呀妈，真香！我去干饭了，拜拜。感谢各位衣食父母的陪伴与